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五。年底将至，最近不管是苹果还是安卓机，市场最近都有小幅度的降价。相比之前拿货，也是一台有少一个，一到两张。具体什么机型少了多少，我们现在一起去二手机批发市场看下。我们先去长城收一台 P30 Pro 8+256GB。可以看到外观整体成色都很不错，你们不会以为小五要入手吧？可以看到屏幕是拆过的，胶水都溢成这样了，所以我们也是直接放弃了，去看看别的机型。这台是国行 XR128G 白色的， XR 以上机型国行都是支持双卡双待的，有双卡需求的小伙伴可以选择入手。当然如果是单卡，那肯定是选择美版卡贴机或者无锁机，性价比最高，跟国行相比也是有八张左右的差价。目前市场拿国行亮机成色 128GB 的基本都是在33张， 64GB 亮机成色的话也是在28张。小五入手的这台是准新机的成色，所以也是贵了一张。这台黑色 XS Max是美版无锁三网全员的，64GB 亮机成色，市场拿货的话基本不到36张，256GB 亮机成色不到39张，当然成色差一点的会少一张。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档口刚好到了一批新货，所以我们也是尽量给粉丝挑了一台电池效率高的，可以看到电池效率95还是很健康的。 XS Max 是 6.5 寸的屏幕， A12 的处理器，电池容量也有3174毫安，续航上也是不用担心，使用一天不用充电是一点压力都没有。然后我们再拿一台性价比很高的 XS Max 卡贴机 64GB， 亮机成色不到31张，跟无锁相比也是有5张左右的差价。 256GB 亮机成色跟无锁的基本没差价，冲新成色多一张，当下除了 XR 性价比最高，价位最亲民。接下来就是 XS Max 了，配置上虽然是 A12 的处理器，但是运行不会输给 A13 的处理器，拍照像素也是很清晰，屏幕又是 6.5 寸的，主要是这电池容量续航时间比11的还要高。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台 XR 就是当下性价比最高的机型， 64GB 卡碟机只要22张， 128GB 亮机成色的话也是只要25张，然后黑解一下就变成无锁插卡即用。这位粉丝也是要求小五在市场里找一台冲新成色电池效率高的，可以看到这台机子整体外观也是符合准新机的标准，电池效率也是高达99。由于粉丝有两张卡，所以我们等会也是要去拿一个单卡改双卡的卡槽，这样就可以用双卡了。当然冲新机的成色的话要比亮机的贵一张，但是 128GB 纯元的机器支持双卡双待的卡贴机，这里就跟国行的差价有了8张左右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选择卡贴机吗？这台苹果12卡贴机 64GB 是河南的粉丝叫小五收的，粉丝说也是关注了我有2个多月，最近听说12卡贴机有黑解漏洞，觉得我们这里比较靠谱，所以也是直接叫小五帮忙收一台。我们现在收的这台12卡贴机 64GB 不到45张，机器是准新机的标准，在保320天以上，机身没有任何磕碰划痕，电池效率100，电池循环不到2次，跟国行全新机相比也是有接近20张的差价。这台美版无锁 XR256GB 也是粉丝叫小五去市场淘的， 256GB 市场还是比较不好找的，像我们手上拿的这台冲新机标准的也是不到32张， 128GB 亮机成色的话基本都是在28张到29张。 256GB 跟 128GB 差价的话并不是很大，但是正常 128GB 是完全够日常生活使用了， A12 的处理器，不管你拿来打游戏还是日常生活使用都是完全可以满足的。2942毫安的电池容量，续航上面也是不用担心要一天两充或者三充的问题，主要是20来张的价格是真的香。这台 P30 Pro 8+256GB 的，我们也是欠了老哥好多天了，市场不是换过后壳就是拆机换过屏幕，这些安卓机其实比苹果手机水深得多，要是没有点经验的小伙伴，个人还是不建议来淘安卓机的。像小五手上拿的这种纯元亮机成色的机器， 256GB 市场行情的话也是在28张到29张， 128GB 的不到28张。 P30 Pro CPU 是麒麟980的处理器，6.47寸的屏幕，小屏党的最爱，电池容量也是有4200毫安。然后我们再收两台性能小钢炮，苹果 8T 卡贴机 64GB 的，亮机成色不到12张，小花机成色也是直接少一张，拿给小孩子使用是最适合不过。 A11 的处理器，不仅打游戏配置跟得上不会卡，而且小孩子使用一个3-5年完全没有问题，拿来日常使用或者当备用机，性价比还是很高的，而且价格只要11到12张，两台机器电池效率都是在90以上的，屏幕也有原彩，主板也没有强制重启跟维修记录，屏幕也没有断触现象，那我们就直接入手了。
然后帮昨天拿12 Pro Max 卡贴机 256GB 的粉丝把手机黑结好之后封包起来。 OK，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新粉让我们在这里结缘，老粉谢谢一路以来的支持，初心不变，实实在在只做纯元。小五在华强北全新机以及二手手机行情实时报价。